谢谢啊。谢谢。我们俩是认识还是？哦，你的车呀！哎呦妈呀！啊，对不起，啊对对不对？哎呦，对，天哪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谢谢你为我挡了这么久的太阳。还有，下次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冷。哦，我现在马上擦掉。干什么呢？没。咱们俩是不是见过？应该没有吧。你在这里上班？对，可以看得出来是吗？今天是我在影猫头的第一天工作。你好，你也在这里上班吗？你是影猫头的模特？走，忙什么呢？走。这是新人到。我怎么觉得咱们俩还是在哪见过呀？咱们俩在楼下见过。好干活，加油。知道吗？是不是得请我吃两顿饭？嗯，我请你吃一个星期的饭，你把我调回去行吗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侯金鹏哪有这儿好啊？你因为太紧张了是吗？反正你就把我调回去就行了。别紧张，没事的，这儿有我，我帮你。